一般嚟讲，好多人都形容中国人咧系勤奋嘅，佢哋会话日本人系团结，新加坡人咧就顺服，德国人咧严谨，美国人咧骄傲，法国人咧浪漫。嗱，咁即系差唔多讲明咧，每一个群体或者民族咧，都有佢自然流露出嚟嘅精神特质嘅。如果我俾你去揀，俾你去形容，你会认为恩福堂嘅弟兄姊妹自然流露出嚟嘅精神特质系乜嘢？我俾你谂几秒，然之后就同你隔篱嗰人讲，冇讲咁多吓，讲一两个，好啦，谂几秒，识唔识同佢讲吓？话俾佢听，你觉得整体嚟讲，恩福人啊，你系点样形容嘅？你话俾隔篱嗰人听。好啦，差唔多啦。唔知系咪好难谂呢？我听过好多人形容恩福嘅，无论喺恩福里面或者喺恩福出面咧，教会界咧我都收下风咁样啦。多数人形容恩福系咩呢？专业、快、高效率、行政化、圣经知识丰富。我唔知有冇人在座当中形容恩福人是有爱心、好亲切、好温馨。我自问我自己的本质，我的本质都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老婆成日说我做事个人呢是没有什么感情，很理性。但是当我信耶稣一路这么多年侍奉牧会，我认定一件事，爱是神的本质。无论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学校神爱的本质。回去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约翰一书，这个很出名的，就是讲爱的圣经。约翰一书这里明明这样讲，彼此相爱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群体最明显的特质。故此当今晚恩福堂三十周年培灵会来到第二讲，我们就定了这个题目，门徒校主情怀，有情有爱。我和苏牧师就揀了约翰一书其中一段，就是第四章七到十六节，愿望我们真的可以再一次将自己浸淫在神的情怀里面，好叫神成为我们实践彼此相爱的时候效法的对象。对基督徒来讲，效法神的爱是攸关重要。你要知道，其实世俗很多的社团组织他们都一样讲爱的，同乡会、街坊福利会、红十字会，或者台湾佛教的慈济慈善基金，甚至香港的同运组织都叫做大爱同盟。在某程度上，这些的团体都是标榜彼此相爱的，可以说他们所说的爱其实跟我们基督徒说的爱是不同的。不过我们仍然要自问，今天我们这班自称为认识神的人，我们有没有将神的爱活出来呢？定是我们在彼此相爱这个特质上面，甚至连这些世俗的社团都比不上呢？我们真的祈求圣灵今晚藉着神的话语，圣灵自己的感动来到亲自的暖化我们的心，给我们激励我们能够学校耶稣的爱。我想请大家帮我们一起读出这段的经文，先读第七节到第十节，在提醒片都有见到，或者你喜欢拿着张程序表都可以的。我一起读，预备起，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一的儿子到世上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命。由此神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好，这段经文的背景当然就是前面约翰一书第四章的一到六节，因为第七节开始嘛。那一至六节讲什么呢？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在个手机上你都可以翻开，我不是要你读，不过呢我很快交代一下一至六节。我这本是和合本的启导本，它给个题目什么？一至六节叫试验一切的灵。这里讲到什么？它说凡灵你都要测验，因为呢不是所有灵都是圣灵的，有些是拨谋的灵，是歪谋的灵，敌基督的灵，所以你一定呢要去 discern， 去测验是不是来自神的灵。然后就到我们这一段第七到第十节，有什么启示呢？属灵的判辨是任何成熟的信徒都要操练的功课，但是在操练的时候有它风险的，就是当我们要纠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变得过于严厉，欠缺爱心，甚至带着骄傲。故此约翰这里要提醒教会，我们要提防敌基督者的灵之后，立刻就要补上，提醒要彼此相爱。以致我们回去我们先头被神所爱的经历里面，以免得我们失去了这个平衡。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讲到爱，其实有很多个希腊文字的，我们看看这个图。圣经通常都有这四个字，为什么爱了这么多？其实每个文化都有它很独特的描述。譬如我们中国人这样说，讲面 noodles， 我们中国人就识分什么叫米粉、河粉、奶粉，是不是粗面、幼面，我们识分的。西方人就 noodles 讲完了、对希腊人来讲，他们分得很仔细。当爱的时候呢，就一般来讲呢，譬如、这四个字 philios 就是友情啦，形容朋友之间的、storge 就是亲人之间的爱啦， eros 就是情侣之间的爱用。一个字就是阿加皮，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团契，恩福堂这个团契阿加皮，就是无条件又是舍己的爱。而在约翰一书这里所用的就是红色这个字，阿加皮的爱。关于这个阿加皮的爱，这里点出了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阿加皮的源头是神。第七节就是这样讲了，爱是从神来的，阿加皮是从神来的。第二个事实，神最主要的属性就是阿加皮。第八节讲的嘛，神就是爱。第三个事实，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就充分地将神对世人的阿加皮表露无遗。就是第九节这里讲的，神差他独一的儿子到世上来，神的爱就显明了。关于神是爱的源头，我想这里是可以从创造天地的时候讲起的。神创造万物和人类的时候都是为了叫他们得着好处的，所以每日创造耶和华都看为好的，甚至连耶和华看那人独居不好都是为他的好处而为他造成配偶。所以神的心肠对于万物都是出自一个爱，为着我们的好处，让到我们能够享受物质的丰盛之余，亦都同创造主一起享受祂的同在。所以我们是在万物里面作为号召神形象的人，我们同样具有爱的能力、爱的需要，我们可以为他人去到舍己的，我们有这种这样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约翰又在这里明言说神就是爱，你听清楚这句话，神就是爱。他不是说
爱就是神。两者有分别，嗬？在我们的祖国，有所谓三次教会、家庭教会。三次教会有个领袖叫丁光训，是主教，他提倡恩爱称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们通常说什么？恩信称义。那丁主教就说恩爱称义，爱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有爱呢就是得了，就是得到神的恩典了。同志教会都高举爱，他们特别高举对性小众的大爱。这些的群体，这些人其实都是错误地诠释了神就是爱这个说话，他们将爱反客为主来到大过神。这种做法就好比说我爸爸是男人，但倒转过来凡是男人都是我爸爸一样。第九节这里讲清楚一件事，他说神直差他的独一子到世上来就显明了爱。这句经文正好就纠正了恩爱称义这种的说法，或者纠正了同志教会那种的错误。因为第十节要指出耶稣来到的这个世界是有个目的的，他是为我们的罪作了什么话？赎罪祭。正是谈爱或者只是讲接纳，这种只会将爱沦为溺爱。但神的真爱就是要对付我们的罪，叫到我们因信耶稣而可以从罪里面悔改。就好像另外一个圣经，新约圣经很出名的作者保罗，他在他一篇很出名的爱篇里面，临前十三大家都懂背，这样就是其中一句怎么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话？真理。其实爱和公义并不是对立的，因为没有公义的爱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爱，因为这样做是漠视了那些被不公义对待的人他们所受的痛苦和伤害。追求公义是过程，实践爱才是目标。就好像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要对付世人的罪，并且透过这个行动告诉我们听神爱我们。话得说回来，这段经文最重要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要我们在头脑上知道爱的来源是神，又不是要我们只是知道神的属性是爱，基督的救恩。他是要将神就是爱这一个这么重要的命题具体地落实在我们基督徒每日的生活里面。以至在第七到第八节，圣经作者大胆地正反里面讲了一个陈述。他说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但是反过来就说没有爱的就什么话？不认识神。哇，这句话很严重，原来有没有爱心其实是反映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有没有人形容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们听听我问，我不是说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爱心，我是问有没有人形容你是很有爱心。原来你有没有活出爱是和你是不是真的认识神直接挂钩的。当我们对人冷漠无情的时候，就是反映我们很可能是未曾认识创造我们的主的，又或者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蒙耶稣赦罪恩典的人。对于圣经作者来讲，有关对神的正确认识和相应的生活实践从来都不是分割的，他不是只是头脑上知神是爱，他是要将这个爱活出来，就是约翰一书这里要讲的一个重点。我这里要提定大家，
如果你一路都是实践的爱，你一定明白了。不过你未是很实践的时候，我都要先至声明，当你实践爱的时候，其实你是会冒险的，你是会付出代价的，你是会伤痛的。我很记得在我们牧养十几年在恩福的里面，都有些是很伤痛的经历。曾经最伤痛的就是我们所牧养的，带他信主的，栽培他的，在团契开始侍奉的弟兄姊妹，看着他们拍拖，是我帮他们证婚，看着他们很恩爱，但是后来、这些弟兄姊妹结果闹婚外情，两三年时间屡劝，但是仍然陷在那个困境里面。最记得就是教会去到一个地步，没办法，因为他们坚持这个婚外情，最后教会是要在最后执行纪律，虽然通知了他了，你继续下去会执行纪律，但是他执意要这样做。最记得那个朝头早星期日，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公布我们要开除这个会籍的时候，这一个婚外情 的当事人和这个第三者都是我们的姊妹，他来到教会找我和 Bonnie， 他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决定了要在一起了，跟我们说对不住，然后就走。我很记得这一幕，我很记得这一幕、走了之后，我记得我和 Bonnie 在个教会的办公室里面，刚刚撞到我们一个旧组长，他上来、有些事找我们，一见到面我们就揽在一起哭，好像旁若无人那个 office 百多人黐出咁转，但我哋忍唔住，我哋喺度喊。爱系要付代价，但你问我哋有冇挣扎？有挣扎，我哋都会问：我哋系唔系仲要对弟兄姊妹付出真正嘅爱心？你唔付出系唔会伤痛噶，但系当你要付出嘅时候，你就要付呢个代价。但系你睇清楚呢段经文，耶稣基督喺呢度。他作了赎罪祭，赎罪祭旧约那些羊烧到没得剩，是烧晒。上帝派耶稣来，他没有这个险，付了这个代价爱我们。所以我开头说，我们做基督徒是没得选，我们一定要活出这个爱。怎样去实践呢？将你的爱活出来呢？我就请苏牧师了。顶姊妹，有些人可能问苏牧师，为什么不是你先讲的？因为 Jason 比我后生很多，我做得他的爸，他走得快，好世界。其实 Jason 说他是一个较理性的人，我是一个超理性的人。我大学是读哲学的，而且我的 major 是纯逻辑学。你想一想，这个人呢是左脑很发达，什么都是要讲理性分析。而实际上我的背景要我讲情，要我讲爱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我的背景是大陆偷渡出来，我妈是吊颈死，我自小活在一种仇恨、恶梦、不平、不公、不义，我对神的抗拒都是因为为什么一个全能又慈爱的神会容许这么多无辜的人受苦。当我偷渡出来之后，我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和爸爸几次的冲突，我将那些恨全部冚唪唥发泄在他的身上，不单止发泄在他的身上，还要发泄在他最锡的儿子，就是我哥哥的身上。我很感谢神，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怜悯，将我从一个噩梦的深渊里面救出来。他是透过一个苦难比我更加多，父母被枪毙，枪毙完了之后还要有人给四粒的弹壳叫他们给钱，因为他的父母浪费了政府四粒的子弹。这一剧这个见证竟然扭转了我的一生。完了聚会，我问他为什么你还信这个上帝，你不觉得这个上帝对你爸爸对你妈妈甚至对你一家很残忍吗？他竟然给的答案是，朋友，如果我不是因为信这个上帝，我一早自杀死了。如果我不是因为信这个上帝，我阿嫲一早都自杀死了。但就是因为信这个上帝，他的爸爸妈妈在被枪毙前离开他们，他跟他说，我们会再见，你记得信耶稣，跟阿嫲继续相信他，我们一定会再相聚，我们会复活的。是因为这件事带给他一个盼望，能够跟爸爸妈妈一起相聚。就是因为这件事，他经历很多变相的祝福，劳改的里面，监仓的里面，他带了很多人信耶稣，甚至有些想自杀的人是被他带回转头，他讲回他的经历。他没想到的就是这个经历是竟然成为其他人的安慰。其他人说，原来你还惨过我，为什么你不用这样。突然之间他的见证，我发觉对我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看得见原来我是一个痛就苦残就废，甚至未痛就苦未残就废的人。但我见到有这个盼望的人，他可以痛而不苦残而不废。是因为这样，我认定我是一个不配的罪人。我和我爸爸的冲突往往是因为我的自我中心，所以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救主。这么多年的里面，我就是因为这个信，神将我一个就来破裂的家挽回，破裂的我和我爸爸的关系挽回，破裂的我和我哥哥的关系挽回。这个是恩典。但是这么多年的恩典里面，始终这个原生的家庭的背景是影响着我的。我太太对我是最认识，喂，四十周年了，你有什么表示？我竟然完全不记得，因为之前我安排了要去美国主持，就是我大佬那里要讲退休会，然后回来接二连三，正日我都没有时间可以做到任何事。我生日都不知道，我怎会记得我的周年纪念呢？有的人问，喂，恩福堂生日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的，真的。很多的事呢，我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恩爱夫妻营对我来讲是最难顶的一刻。就是因为要四目相投，拖住他的手，然后每日还要说，每日拖住的 四目相投，还要我爱你。对我来说，那些是一些即是头发都动起的东西。所以 Jason 先说，是有我们的原因的。我让给他先说，我都是，如果我要争，我想他会让给我。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怎样去实践。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我这样的背景，有几人觉得我是改变了的，可不可以举手？这么多人说我改变了，是Jason 呢？你说我有没有改Jason 都说我改变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还有很多限制，因为我的理性太强。但另一方面来讲，我也感恩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我发觉我越来越容易受感动，我容易喊。同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圣经，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们，这里已经是一个爱 Filio 爱，但是跟着呢，神既是，这个是一个先切的原因或者条件。神既然是这样来到去 Agapisen， Agapisen 这个字呢是 Agapao 那个字，或者 Agape 这个字的过去式第三神单数 Agapisen。神既然是这样用那个阿加皮的爱来到爱我们，我们亦都应当彼此相爱。下一章的 PowerPoint 跟大家来到分享一下这一句的说话。神既是这样 a加皮 said 我们，这个是因，所以我们亦都要 Ophilomen。 Ophilomen 这个字呢就是必须，我们也必须。神既是这样用阿加皮的爱来到爱我们，他的阿加皮的爱是怎样爱法呢？是我们仲做罪人的时候，敌挡他的时候，不认他的时候，不认识他的时候，不睬他的时候，原来在一个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仲在一个地方来到窒那些基督徒的时候，窒他们，我窒神。神如果你是全能的，你就应该制止，你有能力制止所有无辜的人受苦。如果你是慈爱的，你就应该禁止冚唪唥无辜的人受苦。但是今天这个世界是充满着无辜的人受苦，所以我就窒这个上帝。一是你就告诉我，你不是全能的，你爱莫能助。一是你就告诉我，你不是慈爱的，你在玩我们。这个是我未信之前的态度，我是这样来窒那些基督徒，我是这样来对着这个上帝。但是神忍啊，忍足我七年，是让我你有多少你就发泄多少，你有多少你就问多少，你有多少有多少你就讲多少。但他仍然继续不断地透过一些爱他的门徒，继续有机会就跟我说，有机会就带我参加聚会。是直到我有一天能够遇到这个受苦比我更多的弟兄跟我去讲见证。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前面就说神既然是这样用这个阿加皮的爱来爱你苏永智，你就应该怎样啊？ Oh fellow man， 我们就必须 Allelus 这个词呢就是彼此， Agapan 就是相爱，用阿加皮的爱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又听到又经历到这一种的爱。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一节，我用一个表来到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得更加清楚。神既然是，这个是因，既然是什么？是这样用阿加皮的爱爱我们， Agape Sen 来到爱我们，我们便，我们就应该，那个是，我们就必须，这个是果，是必须怎样啊？ Allelus， 是彼此来到 Agapan， 彼此来到用这个 Agape 的爱，来到去相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
到底我们今天的反应，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怎样呢？这里我就给大家来看到，神给我们看到有三样东西祂做了，以致到我们今天是应该必须要这样来爱人。下一章我们看到这三样东西，第一，我们有过一个经历，神是用祂阿加皮的爱来爱我。我本来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本来我的家是散紧的，本来我和我爸爸的关系是随时可能苹果日报的头条新闻，一个用弹挑来到打老豆，一个用刀想去斩个仔，两败俱伤。我屋企应该是这样收场，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彼此收场，是因为我经历到这个爱。第二，我看到有一个板，这个板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样爱我们。他对着一个钉他的兵丁，他竟然都可以为他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有经历，我们有一个板，我们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神还给了一个动力，是爱的动力来到给过我们。这个爱的动力其实就是十三节个里面的第一句，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来说，个动力就是神将他的灵来到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必须彼此来到相爱。神爱我们，令到我们有圣灵重生的这种的能力，而这种的能力和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有什么关系呢？个关系非常重要。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有几个人要感受到的，可不可以举手啊？越来越热，现在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乌云啊， smog 没了，天朗气清，太阳一晒落的时候都晒到辣的。即有时候没办法想象，如果你摆些东西在太阳下面晒一阵的时间，攞翻起的时候是辣手的，有没有感觉？是辣手的。如果你是一个大热天时，有没有冷气但有把风扇？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把风扇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拿着手指除了个架下来去搞那些叶风扇叶，哎，不凉哦，搞快点搞啊。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搞得很快的时候会不会凉一点呢？会不会啊？有几个人认为你搞得越快应该越凉的，可不可以举手啊？有几个人觉得你搞得越快会越热的，可不可以举手啊？冚唪唥的人，你们有 common sense 啊，真的好了。原来个风扇不是给你这样用的，这个风扇在这里，是这个是吹凉的风扇，你用手指来搞的时候，你搞得越多，你越快你就越热，因为个风扇不是这样用的。个风扇是给你拿着个插头插了下去那个电掣，插了下去插梳里面的时候，然后跟着呢，你看着个开关掣开了它，然后你就扭到大一点，按一按着了之后，你可以去到大一点的风那里，然后 sit back and relax， 你坐在那里就叹世界了。这个是我在基督里面我看到不同的地方。原来我发觉到，当我是在主的里面去看那样东西，我在主的里面来看我自己的角色，原来我发觉到呢，不是那么艰难的。为什么不是那么艰难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和我爸爸的相处以前，为什么
佢闹我，我就顶翻转头；如果佢出手，我就打翻转头；佢攞刀，我就会攞啖跳。当然我嘅长过佢啦吓，佢将刀未打到，我已经搏到佢。如果真系唔冇乜都冇，你咪走远啲咯。我走得快过佢，然后执起嚿石，我会顶到佢嘅。各位弟兄姊妹，以前系咁噶，但系后来发觉到，当爸爸咁闹我嘅时候，我会想一想，点解佢咁闹你呢？如果佢唔系爱你，佢点解需要闹你呢？我举翻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如果你细心啲睇我嘅面咧，喺我嘅左边，好似有一笪瘌咁样喺正呢一度。我初初偷渡落嚟嘅时候，冇几耐，隔篱左右有啲嘅人，嗰啲青少年就成日喺度聊是斗非，窒我嗰啲乡下话，因为俾佢哋窒得多，我好兴，就去同佢哋打交。咁有一次咧，就真系打咗几下之后咧，有一个累低咗，累低咗之后冇谂到咧，第二朝个阿妈个阿爸带住呢个人就走到去我个农场嗰度，我爸爸开农场养猪嘅。走嚟做乜嘢？然后跟住就话俾我爸爸听：，你睇下呢个仔啊，打到我个仔累低喺度，然后跟住就攞佢块面，其实乜嘢冇，乜都冇嘅，冇伤痕，又冇血，又冇瘀，乜都冇。咁佢只系掩住嗰度，掩住又唔俾人睇。然后跟住就话：呢个仔啊，打我个仔啊！你做老豆，你想想我爸爸的反应怎样啊？他连问都未问个真相，一巴就打过来，我只耳嗡了两日，真的有声，两日一巴就打过来。他是军人出身的，我给大家知道那一巴掌令到我都几憎佢，但我冇谂到，再过几日，佢同埋一班人又聊是斗非，我就同佢打。咁我打赢咗一个之后咧，佢哋就走。冇谂到佢哋走嘅时候咧，几个人攞嗰啲嘅瓦片啊嚟到飞过嚟。我因为防唔到咁多咧。有一塊很尖的瓦片就在我这里割了下去，结果血流如注，我就掩住个面回家。我回家的时候，我有一个期望，我看我老豆会不会带着我去到那些人的屋企那里，你看看你们那些仔啊，掟到我个仔咁嘅样，叫你哋嗰啲掟石嘅仔出嚟，然后跟住打翻佢一巴，我睇佢会唔会？我冇谂到，我真系冇谂到佢个反应，呢度已经惨噶啦，佢惊死我唔够惨。另外一边打多一巴，再一巴打过来，我指着他骂，为什么？他说一句的说话，我打你不是因为你打赢，不是因为你打输，是因为你打架，你跟人打架。这句说话我记了五十几年。弟兄姊妹，以前不懂事，不懂得去感恩，现在看回头，我心里面想，这个就是爱啊。他表达的方法是用这样的方法，
但这个正正就是爱去表达的方法。如果他不紧张我，他为什么要闹我呢？他不紧张我，他为什么要打我呢？我年纪渐长，我特别信了主之后，我会看到这个是爱。今天很多的时候都有些人会令到我吃死猫的，我告诉大家，有些人呢，即我想 Jason 都会认识的，我们的同工的当中有一个叫 Roger Roger 在哪里？在哪里？不好意思，不过我告过给他听的了，已经他是我最久的会友，因为我在美国阿灵顿的时候，他已经是我的会友。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但这个性情中人呢，他就口沫遮拦的，告诉大家，看到什么呢都会直接说的。所以他对着主任牧师呢是毫不客气，对着他的教授夏佩牧师，他是他的教授来的，告诉大家，大学的教授来的，毫不客气，是直接会说的。但我欣赏他的直言，但我会解释给他听，你搞错了，真正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会解释给他听。我感谢主，你看到他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但是今天他的改变我发觉是互动的。怎样可以互动呢？就是 我们这一班认识他的人，我接纳他那个性格是这样，但我知道他的动机是好的动机，我就要用尽方法来给机会他，以致到他好的动机都能够用好的方法可以表达到出来。这个就是建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段的圣经，神爱我们，令到我们有圣灵重生，不需要靠自己，是靠圣灵行事。那为什么圣灵行事是会令到我们有动力做得到出来呢？是能够去 agapao， 用 agape 的爱彼此相爱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或者和睦或者和谐，然后第四是忍耐，第五恩慈或者 kind，第七、第六是良善，第七是信实，第八是温柔，第九是节制。我想问大家，这么多样，这个就是爱啊！我们同工与同工之间那些爱很有默契，没事在眼尾睄到我，有些眼泪，有些鼻涕啊，其实是。我太太的纸巾给我拿了，所以阿美士知好醒目。在这段的圣经里，我想问大家，我们有这个情，我们去爱，第一个圣灵的果子有没有关系？仁爱有没有关系？喜乐有没有关系？我告诉大家，你如果向着一个人，你说你爱他，但是怒目凶光对着他，你知不知道啊？你我好爱你的，我告诉大家，他不会感受到你爱的，除非你说你知不知道我好爱你的，争太远了。和睦和平，这个肯定就是爱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爱一定要忍耐，你不能够告诉他，你再来一次了，我就不忍你的了，那这个是不是爱呢？这个不是爱，爱是要 kind， 仁慈地对他，爱也都要 humble， 良好的动机，爱都要信实，你答应了他的事情，你要照着你的答应，爱一定要温柔。如果你成日都好恶死，警告了你的，如果你再是这样呢，我不爱你的了。其实你 开口已经是不爱了。温柔，亲爱的，你知道
那这样很伤你自己的，不要这样啦。爱是温柔，这个是我最需要学习。爱是节制，什么叫节制？明明你知道别人最喜欢看那个电视节目是那样东西，你一坐下在那里就将人转台去看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不是爱，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圣灵充满的人肯定他就可以做到这些东西，圣灵充满的人甚至可以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第二，圣灵充满的人甚至爱他们的仇敌，爱那些无理取闹的。我们读两节圣经一起读，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将炭火堆在他们头上。你们有没有那个打那些圣经出来，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看后面？是了，一起再读，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将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然后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们打；有人拿你的脸，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弟兄姊妹，难不难啊？好难，但是我发觉有一个窍，我希望你们都可以用得着。我当我是还债，我欠了他老豆2000万，他现在就猛地追我，说这样那样，但实际上他欠了我5000元的。那你想一想，如果他老豆借了2000万给我，那现在我就借了5000元给他的老豆的儿子，就是他，你说我好不好意思跟他要回个5000元叫他还呢？有几人觉得我好意思的，可不可以举手？有几人觉得如果是你，你都不好意思的，可不可以举手？如果是你，你都不好意思。哇，好 make sense 啊，你们个个都好 make sense。 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神有资格这样说的，因为我们欠神何止2000万，是2000亿都不止，是整条命我们都欠了他。现在他就叫我们将我们欠他那些还回在我们看到的人的身上。由头到尾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追求圣灵充满。如果你和我追求这种圣灵充满，让他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他的做法成为我们的做法，他的态度成为我们的态度，很多的事原来我们发觉不是那么难去做的。那跟着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再给 Jason 跟大家来到去分享。牧师就是言简意赅讲出那个核心，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来到第13到16节，其实这里就是继续来到去解释，或者是去讲明背后为什么圣灵充满是我们实践彼此相爱一个最重要的窍门。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挺深的，在个观念上，因为是很神学性的。第13到16节，在最后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到那个经文描述的主角转换了。在一开头7到第10节基本上是讲耶稣做核心的，是他、是神的独生子被差派来到世间成为赎罪祭。11到12节呢就是讲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那个讨论的出发点，我们怎样去实践这个爱。但是来到最后这个段落13到16节，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是不断来到揭示了三一神他们之间三位一体里面他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慢慢读出第13到16节，
预备起。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并作见证的。凡宣认耶稣为神儿子的，就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神里面。我们知道并且深信神是爱我们的。虽然这段经文呢最主要的主旨不是要讲清楚三一神论，但是他却真的给我们知道了三位一体真神有几项很重要的真理。第一，是父神差派圣灵住在信徒里面的。第二，是父神差派耶稣做世人的救世主的。第三，耶稣要被人类宣认他是神的儿子。咁你听咗我剛才讲呢三个真理喇，咁而家我呢就测验喇，考下你。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呢，佢哋係各有清晰嘅分工，唔混淆嘅。咁我就考下你啦。住喺信徒里面嘅係边位呀？係啦，唔係圣子喎，唔係圣父喎。好啦，咁係边一位係要作为救世主呀？係圣子嘛，唔係圣灵嘛，不是圣父嘛。好了，哪一位是差派者啊？是圣父嘛，不是圣子做差派嘛，不是圣灵做差派嘛。三位一体各有很清楚他们负责的范围，他们的工作。不过但是另一方面，圣父圣子圣灵又很密切地是做着同一件事，彼此的合作契合。在第十三节这里说，我们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他其实就是上文讲的他的灵，即是圣灵 Holy Spirit。 但是来到十五节，灵和神是互相相通的，甚至怎么说，神就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就等于神住在我们里面。从可而见，圣灵就是神，神就是圣灵。总的来说，圣父圣子圣灵既有分工，但是又有合作。相对于世人，其实我们都会怕人多意见多，所以我们都不想花太多时间去跟人沟通，所以我们宁愿自己做独行侠，独行独断就更有效率。或者就算我们是一起合作，那我们就分了工就可以了，就其实没有合作的。我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呢，就经常都要做那些 group project 的，是不是分组做功课。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呢，就是一组人你识好不识好，那就被编了一起一起做功课。那呢就各人就写自己的部分，你呢就写第一章，你第二章，你第三章，你就好，你写总结这样。咁完之後將五嚿嘢咧就拼埋一齊就交咁樣，咁通常嘅成績咧就係咩咧？都係唔好噶啦，因為咧前文唔搭後理嘅，個前設同嗰個總結又唔 match 嘅。但係當如果嗰個組啊，每一個組員都願意花時間去開會，溝通清楚成份功課嘅前設，個結論係乜嘢，個鋪排點樣做，彼此之間又願意处理个分歧，尽量凝聚个共识。通常咁嘅功课咧，都系助 A 减到望 A 嘅。按人嘅本性，要做到又分工又合作，又团契又共融，又能够迈向同一个目标，但系又能够彼此尊重之间嘅关系，难唔难啊？超难，基本上系违反人嘅人性嘅，系做唔到嘅。但是这段圣经说，信耶稣的人是靠着相信耶稣而得到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更新我们人的性情，就好像刚才牧师所说加拉太书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在这个条件底下，教会群体是在这个世界唯一一个群体有条件做到
共融相爱，是唯一一个群体最有条件做到共融相爱。第十三到十同埋十五节重复四次提到一个字叫住在。第一同埋第二次是指神赐圣灵的，他说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第三第四次提的就是我们当我们宣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神就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神里面。这个住 Menlo 这个希腊文对于约翰来讲是很有意思的。约翰还写了另外 一个新约的经卷的，你知道吗？约翰福音吗？约翰福音经常讲这个 Menlo 的这个住。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就住在耶稣身上。耶稣希望犹太人能够常常遵守他的道，但是其实希利文是这个常常遵守的常常，其实是说住在耶稣讲的道里面，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所讲。耶稣又说凡信他的就不住在黑暗里。约翰一书这里第四章讲的信徒可以凭藉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又靠赖神赐下圣灵，我们血肉之躯竟然能够接待神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又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常常住在他的里面。其实这件是一件十分十分十分不平凡又可贵的事，是超乎人的想象的事。所以当我们讲信徒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人之间，不是一个人的层面的伦理，不是靠人的意志或者功劳可以做到的，反而其实是那一位彼此相爱的三一神，他们之间充满爱。当他充满爱，而他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容让圣灵带领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可以去跟我们很不同的人去又分工又合作又彼此相爱，就好像那个风扇插着了电掣自己会转一样，你不再需要自己用手指不断搞它，越搞你就越累。按本质我们个个都是自私精，不懂去爱，但是是神的爱感动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相爱的群体。我想起我现在最埋身的一班同工，就是我们所谓的、行政委员会。我们教会有一个叫行政委员会，我们叫 Executive Committee。 这班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正副堂主任加上所有范畴主管，还有我们的行政主管。这幅照片就是我们应该是两三年前就去了、那个叫什么节目，愉景湾退休那里拍的。我们那次还叫了两位紫堂主任一起来到退休，对不起，他们坐在这里，我未得他同意，我现在要描述一下大家。其实我们这里、如果只是说我们行政委员会，我们这班是教会的叫做领导层，我们是属于资深一点的牧者，我们有十一个人，但其实我们十一个人呢是很不同的。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们的差异很大。苏牧师呢就是出名是什么呢？就当然是快啦，他做事和行路一样是那么快的。我们经常形容他是砰砰声的。那 Macy 呢？ Macy 他的口和个脑一样是那么快，他心思细密，口齿又伶俐，所以呢通常讲嘢都唔够佢讲得快嘅，咁就已经讲咗先噶啦。詹姆斯唔使讲啦，大癫大肺，笑傲江湖。头先苏牧师提咗嘅 Roger 牧师就系至情至性，佢系以冲突嚟到建立同人嘅亲密感嘅。对唔住 ，Roger 录咗音，唔好意思。Stephen Low 牧师言行谨慎。
聽完一輪你都要諗幾日先諗到其實佢實際係想講緊乜嘢嘅，因為佢好小心鋪排每一隻字嘅。何偉強牧師立志要做多人嘅親善大使。我老婆 Bonnie 師母其實係大少姑婆一名。Frankly 咧，就最好期望少啲開會，祈禱得噶啦。仲有我哋嘅行政主任 Billy Wong 坐喺上邊，佢係我哋嘅人肉電腦，佢可以將教會唔同嘅運作指引、議會唔同議會嘅議決嚟到及時即刻就話到俾我聽。仲有一個好似阿媽一樣嘅虛寒問暖嘅蘇師母。嗱，你能唔能夠想像我哋呢一班南緣北切嘅人點樣一齊共事嘅咧？我哋點樣可以帶領一間成過萬人嘅教會嘅咧？嗱，我哋試過喺議事嘅裏邊爭論得面紅耳熱，甚至係因為言語嘅頂撞咧，有人氣沖沖咁樣就奪門而出。你冇問我嗰個邊個嚇，我唔會講噶。但是我們又試過當面地彼此欣賞對方的長處，更難得的我們曾經一起抱頭痛哭，互相認罪，彼此代求。我說這些出來不是要自誇我們這一班領導教會的同工，反而我是要告訴大家，我們其實只不過是人，我們同樣好像你們一樣有弱點，有軟弱，有盲點。面對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我們一樣會有情緒上的反應，但是那個住在我們心裡的聖靈會督責我們，提醒我們要放低自己，聆聽異己的聲音，學習欣賞那些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並且一起來到辨識神最終的帶領是什麼。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易於跟那些跟你自己很不同性情背景的肢體相處呢？還是你只是會跟那些志趣相投的人走在一起呢？感謝神，三一神並不是好像我們這樣那麼狹窄的，他們之間彼此不同，但卻是合一。現在我們可以因著聖靈的內住，能夠有份參與在三一神的團契裡面，並且靠著三一神的能力得着爱人的能力。我们讲完了，轮到你们。我想在我自己本身来讲，我现在还在学习功课。保罗对着亚尼西姆在腓利门家走了出来，就是因为他在罗马，他就在找保罗，将他自己的鱼野可能是偷了主人的东西逃走，全部都说出来。保罗就在监仓那里带了亚尼西姆信了主，帮他做了门训，但做完门训之后，他要差他回去，丑妇都要见家用，就是要见回腓利门。保罗的腓利门书是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他对腓利门说，亚尼西姆是我的心上人，我本来应该要留住他在我身边服侍我，但我为了你，为了主的缘故，我仍然是叫他要回去你那里。他欠了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这一句的说话深深激动我的心。爱是要付代价的，如果你愿意为做一个和事佬，你愿不愿意去付这些的代价？最低限度一样东西，我们戒绝，圣经要我们戒绝的东西，
论断啦，背后讲人啦，啊污秽嘅言语一句都唔好出口啦，人哋传嗰啲唔好立乱去传啦，针对事唔针对人。主要嘅原因系咩咧？我一路都系提醒我自己，我唔知道所有嘅事，我亦都唔知道所有事嘅细节，我更加唔知道人嘅内心，佢嘅动机，系因为咁嘅缘故，我冇资格做一个审判官。但我哋见到弟兄姊妹与弟兄姊妹之间不和，有怀怨，我哋今日嘅角色系唔系都愿意做一个和事佬，劝佢哋同人和好，以至到我哋自己本身能够释怀，弟兄姊妹又能够释怀。我哋见到嘅就系一幅好嘅图画咧。都可以告诉大家，听过去的里面我很欣赏我们的 team， 就是这个行政小组。当我讲出我被一位的同工当着面闹完一大轮，其实我是食死猫的，闹完一大轮，但我更加担心他不会同样都继续去闹其他人呢。我当着他面又解释了，但是呢我仍然都感觉到他未释怀。但我感恩三个同工知道了之后一起去到这个同工那里，来到抚摸、包扎、解释、祷告、平息一啲嘅怒气。我为咗佢哋系感恩。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喺我哋嘅团契，喺我哋嘅小组，喺我哋教会，甚至喺我哋嘅家庭、你嘅亲属中间，我哋亦都需要咁样嘅和事佬。我哋就低头做个祷告。有几多嘅人？你立定，愿意立定心志，以后我不会去论断任何其他的人，因为我不知道所有事情，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我更加不知道人的动机，以致我立志不去论断人家，不去背后说人家，不去用污秽的说话来到批评人家。有几人你愿意的，我请你举手。感谢神。第二个部分，人家对我们怀怨，我们愿不愿意主动跟他和好？如果他真的出于误会的，我们解释给他知，原来真的有一些东西我们伤害了人，我们都不觉得，我们就道歉。有多少人你愿意？如果你知道有人向你怀怨，你用这样的态度来去回应他，我请你举手。有多少个？感谢神。第三方面，有多少人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是有误会、有嫌隙，你愿意冒险付代价做和事佬的？你愿意的，我都请你举手。有多少？我请所有举过手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我跟大家一起去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同样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很容易伤了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另一方面，我们的周围也都充满着可能是彼此有嫌隙的人，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要将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求你保守我们，首先紧紧的节制我们的口，我们不去论断，不去背后讲人，
不去传那些是非，不去散播一些伤害人讲人的坏话的东西，更加不要看自己是审判官。主啊，我们站在这里的人，我们都立志去跟随你自己的说话去做，但我们求圣灵继续不断提醒我们，到那些合宜的时刻就做合宜的说话，合宜的事，更加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付代价做和事佬，透过我们的摆上去医治我们肢体与肢体之间的创伤，医治亲戚朋友同事的创伤。你带领我们，虽然我们可能是要付代价，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代价是自暂自轻的，我们想起未来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求你让我们知道是值得付的。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听我们祷告，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